我也是从台下走到台上，这一路我走了14年，然后这是我职业生涯得到的第一座奖项。然后我这14年里，我从来就没有放弃。还是既然没有得奖，那没有关系，就是努力让自己更好，就是提升自己的能力嘛。哦，38岁以后得奖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这个，只要我觉得只要选手肯努力的话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。从牛棚走上去到投手丘时，我已经想好我要怎么去对付这打者，我投出的每一颗球，但是全力在丢，我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你三振。今天换上了代打陈金凤，哇，这边如果一棒打出去，状况就不一样，全垒打。这个球也没进去，偏低，2好3坏的满球数。打者是陈金凤。这个球高球带走外角，结果让陈金凤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。好，这一 K 非常关键。中继投手就是每天要准备，我觉得除了心脏要强以外，你要每天的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的状况，要耐操嘛，然后头脑要清醒。那这个清醒上去，我绝对不能输。跟中继的角色一样嘛，然后。下一个阶段的任务的时机到了，我当家二军的投手教练的这一点，我就要想办法让他们的心态，跟他们的心理怎么去，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准备，对，然后让他们上去投球不会觉得很慌张。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够帮助更多的投手。